以后啊，你要是买了带鱼，你就跟着我这样做，做出来原汁原味，鲜而不腥。先将带鱼两面改上花刀，剪掉背刺，放上姜丝去腥，水开上锅，大火蒸五分钟。蒸好后倒掉蒸鱼的汤汁，淋上一圈酒店后厨都在用的清蒸白灼汁，再用热油激发出葱花的香味，淋在带鱼身上就可以了。